我口渴了，给我弄点水喝。好，你稍等，我去给你打。请喝水。哎，你不喂我喝吗？我是公主，怎么可以自己动手啊？你当我们是下人随从啊？哎，难道不是吗？嘿，来，喝吧。哎，天气这么热，能洗澡就好了。你该不会是现在就要洗澡吧？这附近又没有澡堂，我是尊贵的公主，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去洗澡的。哦，那还好。可是洗脚就没有关系了，你来伺候我洗脚吧。你说什么？他已经服侍过我喝水了，洗脚当然由你来了。哦，公主，你千金贵体，不宜在光天化日之下洗脚，这样有失仪态。会失仪态吗？对啊，太失体统了。哦，那就算了吧。那我们走吧。嗯。走吧。这公主怎么这样啊？架子这么大。